刚刚下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罗马了。那动作我们不要钱而已。一起啊，走。一起走罗马。罗马。那你等下去，我就帮我拿出来。哈哈哈哈哈。要被哪个擦？表演。真的啦。昨天帮他照顾老婆就好了，没关系啊。老婆问你说你要2500还是要我？然后动作说一两个月就走了。你还在提这个一两个月？拜拜。拜。下半年要换什么？电动车，对不对？肯定的。要开两台车哎。对啊。
都要开始抽车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跟着骑而这样骑，所以走，所以刚刚走错路，我也不知道，对吧？当主持人的。